水，好像还真没有。我要用这个化妆来。哦，那你用吧，没关系。Hello， 早上好，我可以自己手拿。早上好呀。嗯，今天不是星期五吗？哎呀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我今天要早上去剧场走台，但是我发现这蝴蝶结掉了，我真的很难过啊，绝了。就由于我一晚上没怎么睡，然后就可以过来给你们垫个台。你们吃早饭了吗？你们吃早饭了吗？你们吃早饭量堪忧，我饭量很多的好不好？我饭量还是很多的，不要瞧不起我饭量。掉绝了！哎，所以你怎么画的眉毛？我没画眉毛。行，你看我不用画眉毛，因为我有刘海。你剪个刘海就可以。早上都没什么人，哎，人脑子就是说，他现在一塌糊涂。盖子呢？觉得盖子不知道去哪。刚开了。吃饭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吃饭，没有吃饭，没有吃饭。所以小猪老师说半夜不睡赚钱的不会是你吧？不是我，瞎想。这是第二次，我觉得你的地毯非常令人堪忧。哎，至少我这个雪碧它是透明的，不像。妈，我那个不，那我可乐也是擦，你看都一样啊，倒在地板上面。不一样。一样的。不一样。我说一样就一样。我说一样就不一样。我说一样就一样。我说不一样的，你看，我马上我印一下，马上就没了。那我这也是，那我这现在都看不见了，你就耍赖皮。咱俩扯平。哎，那我。用雪碧吞药是不是不太好？你的怡宝呢？喝完了。嗯。真的呀，这个盖子去哪了？我刚开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这个。要不是在直播，我都想揍你，烦死吴心怡，真的烦死了。太烦了他。谢谢痛苦爬行天买个送给小贝一个巧克力，小贝祝你生活甜蜜蜜，祝你吃饭蜜蜜，烦死了你！祝你吃饭蜜蜜，气死我了，烦死！他打断我，他打断我，他打断我跟你说，跟你们说话，烦死！看我给没有刘海是不是？算了，不敢玩，没有刘海。祝你吃饭面有条了包，祝你买菜低价，祝你有生日过生日有人陪，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生活元气满满，祝你万圣节的时候有糖吃，祝你万圣节不被吓，祝你万圣节做个好梦。谢谢小超送给小贝一个爱去的荧光棒，小贝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生活元气满满，小贝说了你还去，哎你烦死了，你大早上哔哔哔哔，烦死烦的要死他，你看你们快点去把卢信敲敲给他框框两句，烦死！就天天他早早在那个在班儿叭叭叭叭叭叭，你以后就叫卢爸爸算了，气死我了！谢谢小小小飞机送给小贝一个魔头，是小贝祝你万圣节不被吓，祝你万圣节天天开心，祝你万圣节快快乐乐，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，生活元气满满。你给我闭嘴，要不然我很想，我很想给你两个巴掌，怎么把我刘海没有搞好？绝，绝了！你们吃早饭了吗？不能不吃早饭，不要跟我学会这种坏习惯。没吃，哼，没吃，赶紧去吃，不许不吃。嗯，听到了吗？不过现在还早，你们可以等到选择到九点半到十点再去吃，因为反正现在还早。虽然我自己也没吃，哼。早上开直播，没想到早上的居然现在已经有111个人了，绝了！在等外卖，你早上点了些啥呀？
我发现我的直播间的每次都是，就是每次直播的时间都是奇形怪状，就对，每次都是，因为每次我的直播就像神出没一样，不跟你们说就直接开了的那种。你们能懂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还有40多分钟，哦，也不止四分，一个小时的样子，你自己快点，别磨叽，天磨叽磨叽磨叽，天一天到晚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东西。魏楚涵，就你长一张嘴可以讲话。哼。早上好，哦，豆腐脑。我不喜欢吃豆腐脑，因为我喜欢吃甜口的东西。你们有人喜欢吃豆腐脑吗？你喜欢吃豆腐脑，多吃点，补脑子。对啊，我每次直播的时间都是奇形怪状，就怎么说呢，很奇形怪状吧，就是每次直播的时间都是你们猜不到的，就不会有定点直播，就是想你们的时候就直播。干嘛说我辛苦了？我一点都不辛苦，我哪里辛苦了？早安，辣的馒头，辣的豆腐，你是说麻婆豆腐吗？绝。我要认真思考一下我的发型，它好乱糟糟。好突然的直播，对啊，我真的很突然直播，就是我每天直播的时候都是很奇形怪状的时候，所以你们尽量蹲吧。就是能看到我直播的人，都是一天24小时住口袋的，因为你们，因为确实不知道我要啥时候直播。呀。啊！天哪，我的头发！我可能播到40啊50吧，因为我就要下去了。开盲盒呢？对，开盲盒。就是说，咱们一起来开盲盒。感觉口红颜色好淡。对呀，我最近一直都很早呀，我每天早上不是电台就直播。我现在喜欢早上开。我睡了吧，嗯，今天我穿的卫衣。谢谢痛苦爬行 Team X 送给小贝一个摩托车，小贝祝你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，生活运气满满，祝你万事吉有糖，祝你万事吉不被吓，祝你万事吉睡个好觉。等一下，我拿个放好歌吧。你不是说我阴间直播你蹲不到吗？所以我现在可阳间了。谢谢陈真真、张梦慧、范路源、小五的小宝来送给小贝两个爱心光棒。小贝收到了你的礼物之后拍了拍你的肩膀，可是哇，好开心！睡了多久？没睡。怎样？满意不？谢谢 COLT 送给小贝一个摩托车，小贝祝你万事吉不被吓，祝你吃方便面有调料包，祝你早睡早起身体好，少吃零食多看报。我们听夏天的风吧。怒了，你们因为画戴的美瞳大，今天穿卫衣要乖乖睡觉呀。啊，不行，我要去剪个刘海，我太难受了，你们等我一下。你们等我一下吧。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我去剪个刘海。
本来是我此生再也不愿听到这首歌。哎，你帮我打湿一下这个。我这边还会疼。知道吧？没有，我去整我刘海了。我看我刘海不舒服很久了，就是说我有一些强迫症，就是对我自己的刘海的状态 很有强迫症。嗯，不要夸我，我不漂亮，你最漂亮，你们就是最漂亮的。今天要去剧场走台彩排什么的。云南艺人会打卡报道啥呀？几点发车？10点钟。七月的风，高山的云，不辛苦啊，不辛苦啊。哇，我对我自己头发真的有些许强迫症。呀，汽车城是啥呀？去过哎，嘉兴的粽子是不是很好吃？哦，嘉兴的粽子不是嘉兴，对不起，我是个不会地理的人，我不太会地理，所以你们多多包涵。那我还要问你，海南是不是属于中国人？啊，知道了。运动会也不上课，原来你还是个学生呀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参加过学校的运动会了。群里发啥呀？绝，我自己对我自己头发真的，哎呦，好有强迫症，烦死我了。烦死我了，就是说一些个强迫症。你要陪我们上课吗？也可以啊。你上课敢看我直播，我就给你框框两句，懂了吗？上课就要好好上课，该玩的时候玩，不该玩的时候别玩，要好好工作，有没有钱被交的。上班的人就算，上学的人敢看我直播，嗯，
哐哐两拳给你。上学就好好上学，知道吗？祖国未来的花朵。Hello， 上班的人就算了，上学的人还给我看，不找打。呀、yeah.。啊！我也想知道，我看一眼。我们阿拉爱爱的消息，你自己看吧。我想给他买，但是好像他有了，算了。你们两个真绝了。可以，重拳出击，整治风气，就是说的对。我们来听一些什么呢？你听过这首歌吗，陆心怡？哎呀，我在，我在直播，你这么说合适吗？我有，还没听呢。哐哐两拳，我在录的是哐哐两拳，对，被洗脑了。为什么我老喜欢动我自己的刘海，好烦呢、啊，气死了！真棒，真棒。快没了，你是说我头秃吗？跟你说还有我的男孩，永远爱会是暂时放开。一宿没睡，我一宿没睡原因是很简单，因为我昨天没有去排练，去打疫苗了，然后就落了舞蹈，又得今天去总。今天去彩排得练呢，我跟你说太牛了，我居然把这个记住了。好吧，确实不难。所以你们以后可以跟着我，就是说，就是正常作息。我起来的时候你们起来，晚上你们就睡得早。然后就是一个很好的，懂吗？我早起了，就是我这么正常作息，我十一点睡，六点起。你十点睡，六点起，那作息太正常了。对啊，惊讶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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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看我的超话，有一个给我唱歌的一个 小姑娘，贼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就好喜欢，好喜欢。没有啊，化妆了，化淡妆，化妆了。你说发呆又活的男孩，爱还是暂时放开。你去看一个小女孩唱的，你爱我要我爱你，不是，咋唱来着？我可以给你们放一下，不知道这个小姑娘在不在直播，应该她应该不在。那我要是放了的话，她会很害羞啊。算了，她应该要跟我们养成有社交牛叉症的习惯，就放一下给你们听吧。溺水？怎么会溺水啊？是在游泳池还在河里面？绝了，天哪，没事吧？那现在人没事吧？
不是，是他们，给你们听一下。Hello， 贝楚涵，我是你的粉丝芋头小轩。给你听一下这个可爱小妹妹的，给我唱的歌。哎呀呀呀！首歌，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我和贝楚涵甜蜜蜜》。它的名字叫做《他和贝楚涵甜蜜蜜》。你爱我，我不爱你，我和贝楚涵甜蜜蜜。太可爱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说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小妹妹，一整个开心住了，你们懂。你爱我，我不爱你，我和贝楚涵甜蜜蜜，贝楚涵。就真的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一整个大爱住。他长得漂亮，而且他人美心善呀。贝楚涵太可爱了，这个小妹妹。我爱贝楚涵，你们快去看他的。贝楚涵，不是啊，我超话有，你们去看我超话。小妹妹太可爱了，好喜欢，就是一整个喜欢，太可爱了，小姑娘。他以后要是进团就好，好可爱，小姑娘。对，他比我甜，我不反对你们的意见，因为我也觉得他甜，没有任何意见了。但人家还在上学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甜妹呀？觉得你好懂我。人生，我一大爱好就是我爱甜妹，因为我今天要去剧场彩排呀，去剧场彩排。小卢还在化妆呢。我哥哥啥时候去？失恋的车。我哥哥以前就很羡慕别人有个漂亮妹妹，就是表哥。然后现在呢，他依然羡慕，因为他觉得我长得不漂亮。别人家的永远是香的。居然不喜欢姐姐，我说我喜欢甜妹，有说我不喜欢姐姐吗？我可没说我不喜欢姐姐呀，你们在想什么？漂亮的姐姐谁不爱吗？我打不过我哥，我以前跟我哥打过架，打不过他，他跑的还比我快。有那么好笑吗？我比我哥空空两脚，我哥给我空空两脚我就没了，我哥才不会让我了，他就是不懂我，所以我以前就很想要个哥哥，就是那种很会照顾人，现在我觉得不没有必要了，我想要个姐姐。不是的，因为有其他事情要拍，所以说要画，一定要画，要不然我都不会画的。漂亮的姐姐，有了呀，已经有姐姐了呀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努力训练，那我还是不行。一个男孩，你女孩怎么打得过男孩？而且我哥他就是那种力气贼劲儿大的那种人。卢星姐姐吗？做梦吧，她怎么可能是我姐姐？对，小爱前辈，她怎么可能是我姐姐？卢星姨，她说儿子。谢谢你夸我可爱，你一定是个可爱的男孩子吧？父子关系。卢星怡说：“只有你的嘴巴会说话吗？难道我是不会说话吗？嘴巴。”让他说：“你也配做爸？你配？”我们俩是
敌人关系，普渡同时跟他没有多余的半毛钱关系。有 no 扫罗昨天啊，今天不好意思，他昨天过生日，你好关心他呀，谢谢白胡子老爷超级帅，送给小贝一个玫瑰花，一个巧克力，一个鸡蛋奶茶，两个星光棒。小贝祝你吃方便面有调料包，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，祝你买菜低价，祝你过生日有人陪，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。我们绕了什么一圈才遇到，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。你今天上班对哦，你们今天是工作日，你们还来看我直播，觉得我的刘海啊，我老撸我刘海，我觉得我的刘海都被我撸塌了，但是我真的很有强迫症，就对于我的刘海这个很难过。老卢原来比我小呀，他01年的呀，他是01的对吧，月份应该比你小。我们绕了什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。吃东西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吃东西，我刚起床之后就化个妆，然后准备去剧场点吃的。嘴巴起皮了，绝！边走边看，你小心撞到柱子哟，因为我就这么干过。我之前去我们附近的一个超市，不是，是我家那边，就边看手机边撞墙，而且我昨天在沙发上蹦跶，还从沙发上面摔了下来，就是因为没有弹腿坐，没有坐稳，所以说你们不要随我。我要是有事儿的话，我现在还出现在你面前吗？我要是有事儿的话，现在就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没事，肯定没事。天，我真的要去买唇膏了。沙发怎么会有事儿啊？绝了你！我是一个多重的人，能把沙发坐坏吗？脑袋有事儿吗？脑袋没事儿。我是，对啊，我确实是头着地儿的，然后我还撑了一下。我干嘛要跟沙发道歉呢？我应该跟地板道歉，因为地板它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压力。我有隔离尿，我都已经化完底妆了，我就应该跟地板道歉啊，但是你们刚刚提醒我，所以我忘了呀，那要不我现在回趟家跟地板道歉。那我要不要给，要不要，我要不要现在回去给你们两拳？绝了呀，你们真的是。这首歌很好听啊，你们没有听过吗？早安，好喜欢这首歌。你先把拳头放下来再去道歉，做梦吧，我过去给你们框框两拳。我记得我没有出道的时候说我是神秘人，说我声音贼甜了。出完道之后你们还这么想吗？耳朵。早呀。哦，但是我6号公演还是4号公演？哦，但是我6号有活动，你们要来吗？小贝超严不超甜，超严。
哎，你们这些人真的就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你们天天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癖好，让我哭的，有让我骂你们的，有让我把你们插出去的，有让我打你们的，你们就不能提点正常的要求？奇了怪了。真的是，就是我觉得以前就是像我这种人其实已经很欠揍了，没想到我的粉丝更欠揍，真的是饭随偶像吗？我说什么都是什么，我不接受反驳，因为我就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，这点不信应该很深有体会。我没有无语啊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无理取闹的人，对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不能反驳我。对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不接受任何反驳，对我好转，我就转。不服哦，不服也得给我服，不服也得给我服。我现在就不想骂你。我穿的睡裤呢，还我好喜欢我昨天的睡衣。我最近不都是早上直播吗？而且我等会儿要去剧场呀，而且我都要去剧场。熊猫，我是熊猫，你说的没错。谢谢小乖宝送给小贝一个糖果，小贝祝你收获甜蜜蜜。谢谢你送给小贝一个恶魔头饰，小贝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，吃方便面有甜包包，祝你生日有陪，祝你买菜低价，祝你睡个好觉，祝你少吃零食多看报。在一起我们就比更新，谢谢奇妙阿凡送给小贝一个恶魔头饰，一个糖果。小贝祝你吃方便面有条条包，祝你天天开心，祝你买菜低价，祝你生日有人陪，祝你出去花见花开，祝你天开心，祝你快乐，祝你生活元气满满。小贝收到礼物拍了拍脑壳说：“真哇，真开心。”可以换了。可以换啊，可以听一下这个，我喜欢听这个。嘿，你在说啥呀？熊猫屁股？我手都举累了，完蛋了。你们记得吃早饭哦，可以喝牛奶养胃。觉得我天天觉得我现在直播时间都很随时随地就开一个直播，想开就开。你找个地方放着直播啊，是不是傻？没地儿呀，我哪里傻了？我当然是因为找不到地儿，所以我才这样组织的呀。我好想跳这首歌，绝了，好喜欢这首歌。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在的呀，所以我就值了呀。对，我好喜欢这首歌，有机会我可以跟六六七七或者谁跳一下。感谢小贝，让你24个小时都看过直播，说的好呀。我在想我到时候能不能去给六六跳无敌旋转。对，我也好喜欢这首歌。我今天
跳动是什么原因，不停的反复激动，是不是爱情，你心里无法相应，算算数未知，我只属于你。哦天哪，我真的有强迫症，好烦躁，又来邀请我了，但是我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同意。对，十点钟要下次的车，你说的对呀，确定用尽全力说出口爱你，现在不这个时间难道不够阳间吗？这个时间难道不够阳间吗？我觉得这个时间很阳间呢。对啊，多阳间，我就是来催你们吃早饭的，过来叮嘱你们吃早饭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吧，没有吧，我想了一下，我思考了一下，应该没有吧。你们好多人喊我爹呀，搞得我都觉得我占你们便宜了。到时候说吧，到时候我要是去的话，哼，总有孩子想当爹，就是说的你，说的就是你，懂了。啊，总有孙子想当爷爷，笑不活了。我播到40分，我肯定要下了。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侧脸，喜欢你嘟着嘴巴，说着我吐烟圈。这首歌也好听。天哪，我也爱小甜歌，我爱甜妹，我爱姐姐。因为科学道理。好呀，早安马克巴卡，早安五 CDC， 早安呀，早安。晚安马克巴卡，怎么你是要睡觉去吗？怎么你要睡觉去吗？还晚安马克巴克，早安马克巴克，我是一滴子小点点啊，爸爸啊，爸爸是我的窗，我也不接受反驳，你必须每天要早睡一个小时也行，好吧，我尽量早睡。侧脸，喜欢你嘟着嘴巴，说着我的眼睛。我看到你的 ID 了，你的 ID 的微信我都有，羡慕吗？笑不活了。不要要求你早睡，但是要睡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，我记住了。酸死谁了？当然是酸死他了。换首歌。不行，这首歌不够甜，不符合我，太 emo 了。这首吧，还有3分钟，刚好播完下播啦，各位。他不是小轩吗？他跟我说他是小轩，他改 ID 了。吃早饭吗？记住了，但还是要补充。吃早饭吗？应该是过去剧场点吃的，要乖乖睡觉才能长高高。好的，我不用长高高，我已经够了。穿个增高垫有1.68米了吧？好像没有1.65米，有1.65米，那应该1.67米的样子。熊猫，你忘了吗？所以他叫什么小轩之前来着？忘了。不是你，其实你来现场看我，你能发现我其实脸真的不圆，但是就是镜头其实就是可能是因为我的肉比较多吧，然后就显得比较圆。我脸其实真的不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可比七七，对，上镜显胖，我可比七七高哎。怎么你们都觉得我矮？觉得我有1.65米，1.65米哎，
姐们、哥们、大姐、大哥们，我有1.65米，我有1.65米，就是，一看这就是来看过我的现场。那你有6.6高吗？我比6.6高。怎么你是来看过我公演？好吧，我下次电节增高垫行了吧？为什么我现在是口袋之王？啥意思啊？谢谢白胡子，连插几下送给小贝一个玫瑰花，一个巧克力，一个纪念奶茶，两个星光抱好了。我知道你要送什么，我先帮你说了。祝你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，生活元气满满。祝你吃饭都没有调料包。祝你出去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祝你过生日的时候有人陪。祝你万圣节不被吓。祝你晚上睡个好觉。我不听你说话。对，差不多这首歌也要放完了，1:30的样子，然后我就刚好下播啦。谢谢歪宝送给小贝一个糖果，一个摩托车。小贝祝你万圣节不被吓，祝你万圣节祝好梦，祝你万圣节有人陪，祝你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不爆胎，祝你买方便面有调料包。我来给你们比个爱心吧，差点回不来了。我室友太惨了，我室友惨什么？我室友很幸福的好不好？每天是吧？你敢说不幸福吗？我室友不敢说不幸福，就是我最高，我不听。他呢，他一般不会跟我计较啊，就是我说什么话他都左耳进右耳出啊，他都不当我在说话的呀，他不就是对吧，他不理我，不理就不理。被爱有恃无恐，你们不要瞎说，我才没有被爱有恃无恐。出门上厕所门被风吹的关的、门被风吹的关上了，没拿钥匙，我要走了。天哪，那你不会锁在门外吧？教你个办法，你去找开锁公司开锁，早点进去哦，外面冷。拜拜，给你发，拜拜。他看到我在外面，太搞笑了。我走了哦，我走了哦，我走了哦，我走了哦。完了，我不想下播，我觉得我今天还想再播一会儿，怎么办？好不容易想多播一会儿，平时都没有这种欲望。也可以，平时都没有这种欲望，今天有这种欲望。直播练舞也是不错，你想看吗？也不是不可以，也不会，主要是也不会。来看看熬夜冠军，是我没错。我让我思考一会儿，是播下播呢，还是不下播呢？是50下播呢，还是不下播呢？那50下播吧，再聊一会儿。什么？就是说，我现在想多播一会儿，反正我也没事。来得及10点的车，50播的话就可以下去，就差不多。那就50吧，那就再放会儿，不想下播了，那就再放一会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要鼓励我多播一会儿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平常没有这种欲望。我整理好啊。你在左边就是说给你们来说早安呢。就是说呢，早上跟你们聊会儿天，心情变得好，就是心情变得好。就是说心情一整个大开心。谢谢白月狐送给小贝一个棉花，小贝祝你天天有花收，祝你天天开心。
就是说一整个大开心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开心些什么，就是心情变得很好。真不错。其实等你下播，我要好好学习，去吧，去好好学习吧，好好学习哟。对啊，我也开心，可能是因为不告诉你，小贝没有作业，小贝明年去读书啊。不告诉你们我到底开心什么。我每天都是有小秘密的人，但是我就是不跟你们分享。我什么大学？我才16岁读大学，你见过哪个16岁读大学的？真绝了。对呀，我就是不告诉你们。那我是吗？我又不是天才，我是蠢才呀，我是蠢才，我又不是天才。车来了，笑不活了。卢星一还在化妆，还没换衣服。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。他画着走，啊，他走着画，他应该不行。但是车会提前来嘛，没关系，反正也是10点半车。因为我想播到50呀。怎么，你们不想看到50吗？你们要是不想看到50，那我就下播呗。小卢没有，小卢一般基本上半个小时的样子，半个小时到40分钟。真的吗？那我要去请教请教。那今天晚上也可以播，但是我今天晚上可能要排练呢，因为30号是一场很重要的公演。拜拜。但我现在还不拜拜，你给我拜拜啥？你在左边，我紧靠右，你一张照片都不太靠近你的，属于我们两个。50发车，哦，不是50，10点发车，我收拾好了，所以没有关系，可以再播一首。谢谢喜欢雨晴的分专属分身，送给小贝一个爱心荧光棒。小贝祝你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，吃饭秘密有钱了包，祝你天天开心。别忘带东西了，我没有什么要带的呀。一年有365天是几日夜。我很快哦，我可能真的只要10分钟。有话要这么脏，记得带你的脑子。我一般性都是把我脑子放在床上睡觉的，你们怎么可以让我的脑子现在就是起床进入我的身体带走呢？你们这样是不对的，你们这样是在苛待我的脑子，你们这样对他不好，他不好他就不运转了，他不运转的话他就没有办法，小贝就没有办法了，你们要让他好好休息。羡慕一大早的精神这么好，你现在精神不好吗？再带就行。我就要把我的脑子放在床上休息，你们能管我，你们能让我怎样？对，我现在没有带脑子，我的脑子在床上休息，现在是我的灵魂在给你们讲话。多喝点咖啡，喝点牛奶，喝牛奶吧，喝牛奶养胃，记得吃中午饭。我会带手机的，我不带脑子，我都带手机。我都不带脑子出去，我带手机都要带出去，虽然我已经丢了一个手机。
丢了两个手机。迟到了，我这就把脑子快递回家睡觉。嗯，你赶紧快把你的脑子快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把你的脑子快递回家睡觉。你知道你不能就是说让脑子去做快递吗？这样是对脑子的极其不大尊重。你还是先今天把它带带好吧，等明天再说。明天休息日，你可以让你的脑子多休息一会儿。我下播了，不画睫毛和眼线。我真的下播了，小兄弟们，我怕呀，没关系。算了，我还是带着吧，我确实怕被他骂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了，我给你发一拜拜了，再见，家人们。这个颜色可显白，喜欢。谢谢那恶魔头饰。困得不行，让我的红彤彤的眼睛。嗨，我在剧场。我好肿的，我的脸短短的。因为无聊，像，因为可能晚上也没有什么时间直播或者电台，所以就现在播吧。看，就是。直播就是这样连锁反应，只要有一个人播，大家就开始。卷起来，没有啊，我也不太舒服，但是我还在喝口。举起了手机。现在就是已经快要马上准备回去了。Hello。还在排，晚上还在排呢。没啥胃口，心情不好，暴躁易怒，不运动。第五号，第五号。小屁孩阴谋确实不懂，你们懂什么？我你们天天说我小屁孩，小屁孩的阴谋不懂，说明你们这些大人太差劲了。好饿，等等回去的路上一定要点个外卖，回去就吃，吃完就排了就睡。你最好吃。好哟，明天见。希望明天是非常顺利的。太晚了，但是现在要等其他前辈回来，然后我们后天应该也要见。加一，加一。对，后天带一点，而且后天不是有那个啥吗？后天不是有那个握手会？可以吗？可以一个吗？你吃什么呀？饿什么？吃什么？现在可以吃吗？这个小绳是帽子上戴的，脏辫儿。不是，我现在很累。这里是直播区吗？你看我的脏辫儿，我的脏辫儿。我手离剧场很远啊，还照光呢，会不会？我握完手就马上就要打车来剧场。不然我就赶不。卢星怡，你粉丝去你直播呢，我都不知道会不会赶得及。可是就四分钟呀，直啥呀？他们也不一定是四分钟。啊，我五点半就回来了。也不一定啊，他们只是不说而已。他们只是说，我就是他们只是说应该还要十五分钟，只是应该。加入这个直播间。哦。我扎过的。啊！你们卢姐要直播了，你快去吧，幺七。我扎过脏辫儿，这角度好。但我觉得脏辫不太适合我，人家是甜妹。那虹桥机场那边也还好吧，那不是很远，离我们中心近吧？走，谢谢荧光棒。想做一个成熟氛围美女。外面好冷，你带着毯子吧，把你穿厚一点，然后就带着毯子，发现今天蛮暖和。嗨。
你们下班了吧？明天是休息日了，你们可以放松了。你们休息日，我们就要工作了。好可爱呀、啊，像你一样可爱。我的 CP 戴在你的头上 ，W 背，对我身上扭针。我不承认，我不承认。W 背是最甜的。不承认。我不听。是呀，在剧场，他们有人在商量事情，要等他们商量完了之后，我们因为我有两个节目要帮，可以再等他们。没有，就是有一个还好，就是在我有点累，有一个要下台，要走楼梯，然后后来呢，就我一个人实在太危险，就又找了一个前辈来这边在直播，对，在等我下班。怎么了？室友，现在是在等我等去了很久，等他们回来，我们才能一起回去。举得我手都酸。就在他们这里等待。对，等他们的那种。biu 没有不舒服，就是今天很累。我要这是趴下来。这是我的毯子。有没有的毯子是它是黄色的，它的应援毯，黄色的，这是我自己的毯子。我们现在就是身心俱疲，腰还蛮好，腰就是正常，腰没有犯病啊什么之类的。但是就是因为排练比较多，所以就是一人很劳累。我发现那我没有受伤。干你们呗，还能干哈？干你们呀，蛮干的呀。今天排练之后，我想说的呢就是蹭了一个，让他给我垫了个头发，就稍微蓬。因为我跟菌菇之前去年的那个舞是八的舞嘛，今年是编的，所以我就怕大家不会的，也很精彩，也非常精彩，也还行吧，其实。但是我就让他随便垫了一下，就我好累呀、啊。不过人家就是因为去年是八的舞嘛，今年是我们俩自己搞的，我们俩搞的肯定没有人家那么完美。就还是希望。哦。现在咋睡呀、啊？没戴耳机，你可以。我点了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。不知道你这样可以看出来在说什么吗？谢谢陪你看日落，送送给小贝一个爱心光吧。小贝说：“你万事皆不费心，祝你吃饭没累，有条老包，祝你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祝你车不爆胎，祝你买价低菜，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，收获元气满满。”我两三口就干完了。我觉得可能今年没有。那么完美，要求这么多呀，七，你都还没给我送。可能吧。我们俩一个八排，两个八排搞了一个小时。对。然后今天怎样？谢谢小白宝送给小贝一个叉对的荧光棒，做一个 B 的荧光棒，一个 G 对的荧光棒。没错。祝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，收获运气满满。祝你吃方便面，有甜辣包。祝你花见花开。祝你买菜低价。祝你生日有人陪。祝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，收获运气满满。祝你万圣节不被笑，祝你万圣节有糖，祝你万圣节做个好梦。我发这十张照片，居然能看懂，好冷，怎么样？没有，不是在等彩排，在等那个什么，在等他们回来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明天加油，好的哟。我现在已经加油了，尴尬的呀，家人们。明天就希望不要出任何差错就可以。越想越害怕，越想勇敢。来转，来消息了吗？大家，快看有没有群消息。好的。越想勇敢越害怕。害怕吧，害怕吧。抱着包就抱着得意，对这个花纹跟得意差不多。好想得意，我想念得意。谢谢雪静昌苍山，然后送给小贝一个玫瑰花，小贝祝你听有话说，祝你天天开心，祝你天天快乐，祝你收获甜蜜蜜。等一下要回中心，
我要在路上点一个外卖，然后回去就吃。谢谢小白宝送给小白一个橙子荧光棒，一个 B 的荧光棒，一个 Z 的荧光棒，一个鸡的荧光棒。明天开心快乐的生活，元气满满，祝你吃饭有两条龙包，祝你买菜低价，祝你天天开心快乐的，祝你万事吉祥，事事顺利，不被下地狱，万人间做个好梦。小白收到了你的礼物，拍了拍你的小脑，说哇好开心，拿了你这么多荧光棒在空中飞舞。本来就是玩尬的，声音有点大。你们刷到过那个抖音吗？好喜欢我的猫，好喜欢我的猫，好喜欢我的猫，好喜欢我的猫。他们都喊我出 rap。我也喜欢你的猫。我也喜欢你的猫。我和你和猫。油腻。那我说话大声。德一都不在这儿，刚刚恢复精神。上哪儿贴？我都贴不着，还贴。回去贴贴。还贴还贴。我们三个人一起贴贴。我和你和猫一起贴贴。手上的毛巾只有个性，这是包。谢谢，谢谢 S A I N Y。等一下，我有很多抖音，我看好多抖音，我好。谢谢 S A I N Y 原。欧优就送来20个爱情光包，小贝祝你买个方便面有钱了包，祝你生日有人陪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祝你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祝你少吃零食，多看报，早睡觉，祝你天天开心，祝你心想事成，祝你生活顺顺利利。去骂个脏话，脏话。今天好早。干嘛？要切。这个颜色显白，好困啊，小白，就是说一整个困住了，他们好默契，还好吧，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运动服，也没有很困的，这可以戴戴吗？勇敢一点。没有脏辫，哎呀，脏辫迷，我的头发都掉成棕色了。现在在等他们开货回来，好看吗？好喜欢这里的灯光，谢谢我生日快乐给小贝一个恶魔同事，小贝祝你万圣节有糖吃，祝你万圣节不被吓，祝你万圣节做个好梦，祝你天天开心快乐乐的生活，元气满满，祝你吃方便面有钱了吧，祝你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祝你买菜低价，祝你心想事成。我头发看起来比小卢的多。我头你是说发量吗？对，你头发看起来也蛮多，我很多发量。小卢头发看起来薅秃他，薅他头发。啊！试一下你的弟弟。我也想试一下，你先试。没事，哪儿都有你。你只要是你戴过的，我都要戴。滚呐！啊！滚呐！啊！滚呐！啊！遇见化妆了。我也在外面，看着他很自觉的给我。滚呐！我是慈祥前辈。好看吗？评价一下。谢谢糖果。好肥的脸。来个什么？评价一下。他们回来了。七个人吗？那还有人，那他们不是七个人吗？对啊，我还在剧场评价一下。你们回来了三个人吗？谢谢邀请，送给小贝，对一个水果包，小贝祝天天开心快乐，生活运气满满。我要下播了，拜拜，因为我的车到了。现在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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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救命！看上去好脏。嗨，回来了就来直播呀。直播完之后我要去练舞。
洗澡谁啊你啊？背什么？不用背。我和你的距离。有点累，特别是，但是还是想跟你们播一会儿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我明天穿一个没穿过的衣服，就是类似于韩式制服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今天播到八点，然后我要先去练完舞，然后就直接睡觉，太累了。心跳的声音，晚上好呀。给你们看、啊、他这个哨子，他声音好像不太对的样子，没有办法，绝了。原来哨子还分声音，这下学聪明了，呸，这下学不聪明了，哼。对，有点像口琴的声音。对对对，你这么一说倒是真的哈，好像口琴的声音。声音不尖，他没有我真的我们那个音乐版本的声音，所以我在想要怎么办。对，他声音不尖。想念这心跳的证明，再次呼吸自己，这不是作曲，只是我最难自己到底。你们今晚上吃饭了吗？吃饭了吗？比较好听的歌吗？我最近的歌都放腻了呢。哼，吃了，我还没吃呢，不知道吃点什么。不知道吃点什么，就是有点纠结，纠结就是很纠结吃什么。就是我是一个有着选择困难症的人，点外卖，但是我不知道吃点什么。不知道吃什么，绝。我觉得我今天妆脱完了。晚上好，我就播到八点。和共同宇宙光照的你很寂寞，对，很累。但是你们不是说想看我晚上直播吗？那我就直播半小时。看情况。应该不会播，因为明天早上不化妆。电台也不是没看，但是一般不会，因为明天要早上去，对，困了，我可能会早睡。双马尾可爱，可爱就行。想去迪士尼，等我30号公演完，我就要去迪士尼玩。迪
士尼，迪士尼，我爱迪士尼。谢谢双猫尾 Killer 的，送给小贝一个恶魔头饰，小贝祝你万圣节有糖吃，祝你万圣节不被吓，祝你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。想去看《琳娜贝尔》，真的没有看过，我没看过，哎呀，好烦，烦死了。谢谢消失中的时光，送给小贝一个巧克力，小贝祝你生活甜蜜，怎么可能啊？公演完去啊，可能是。一二三四号之间，没事，那应该是吧，因为很想去趟迪士尼。嗨，晚上好，听。小孩有聪明的飞旋，拜拜，好好考试吧你。不行，我今天状态太差了，下播。拜拜。一步一步小心翼翼，一步小心爱上。你不拜拜你就尬一下，哼。好。今天不再不早说人就没了。我今天很早睡都没有精力了，我想我要下播，头太晕了。不行，我本来想，本来想播到八点，但是我现在头好晕。是我高估了自己，我要下播了。哐哐撞大墙。姐姐好棒，姐姐加油！我这辈子为姐姐吃，为姐姐狂，为姐姐哐哐撞大墙。嗯，那我下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。想提前说晚安。是吧，我也觉得可爱。哦，那就听完这首歌吧。接下来要看到是你的微笑在我眼中，看到是你的微笑在我的眼中，你是最好有梦的道德。哎，我以前很喜欢听这首歌。嗨，全都怪我太胆小，怎么跟着你傻笑，怎么办才好。这首歌真的好有年代感的感觉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因为这是我好久之前听的歌。没关系啊，那下次看吧。谢谢真真真张梦辉范乐园小五的小伙伴，小白送给小白两个星光棒，小白祝你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，生活元气满满。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，真的困了，觉得看到是你的微笑在我的眼中，你是最好肉麻的调调，你不会知道。到单位了，为什么明天才上班呀？我该怎么往下聊？谁都怪我太胆小，怎么跟着你
怪不得，那你要加油哟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以后时间还长呢，你可以慢慢对我直播。太晕了，我不行了，我唱完这首歌我要下播了。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，没吃东西还好，现在只是身体有点没精神，其他还好。好了，我要下了，再见家人们，拜拜。晚安呢。